打过才知道吧。 眼神空洞，动作迟缓，这才多久不见啊？你就自暴自弃成这样了？我终于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打荣耀更难的事情。原来不是自暴自弃啊，是要另起炉灶。这口炉灶，我怕是永远也生不起火来。你没来得及拿走的东西。 我给你带来了。哎，直播你看了吗？看一般太生气，索性关了。以后也别看了。干嘛？担心我受不了？我是怕孙强以后受不了。 会长是狐假虎威，沾了大神的光了。是啊，所有人都挂了，就他一个人进去的最好。听说全靠巨魔像，一个人单杀大 boss， 又是巨魔像。小天王钓到底什么来路啊？又是一个跟孙翔一样不尊重前辈的垃圾。什么呀？总不能记着我有一股拆穿你丑陋的嘴脸。巨魔像无耻之徒，为了私吞隐藏 boss， 故意不给全队治疗，坑全队。大家当心。 巨魔像无耻之徒，为了私吞隐藏 BOSS， 故意不给全队治疗，害死全队。大家当心啊！巨魔像无耻之徒，为了私吞隐藏 BOSS， 故意不给全队治疗，害死全队。大家当心啊！ 组队了！大神带上车喽！哎，你要干嘛？因为你。 现在的组不了队了，知道厉害了，新人，这件事儿就是告诉他，以后对前辈们都尊重点，记住了吗？火气很旺啊。这样吧，咱们现在也知根知底了，你们加我一样，大家好好配合孙家。不虐他，我誓不为人。我看他是想好好合作，他说是就是。 那孙翔爱超叶秋，我就知道叶秋退役这事儿，心里憋着火呢。一会儿让他一个人去拉 boss， 咱谁都别去帮忙，让 boss 一个人虐他。条件是你来拉怪，还等什么呢？好啊。
马上就要遇到 BOSS， 我先去开怪。好，我们等你满足仇恨。难道说他掉线了？就这么简单？那你猜呢？营造出快没血的假象，让我们高兴一波，然后再啪啪打我们脸。看来上次的经历对你的影响还真的蛮大的。这个 U 盘里面是我收集的所有叶秋的比赛集锦，你现在去放出来给所有人看。这还能用啊？这有什么不能用的呀？哎，等等，我刚才有没有把我大神的侧颜放进去啊？不行不行，我得再检查一下。啊，比赛集锦看什么脸啊？你懂什么呀？比赛打得好，那只是技术魅力，而我的大神，他还有人格魅力。